先生，你看您要点什么？啊，这原汁玉子水晶冻是啥呀？鸡蛋糕。法式糖浆风情软炸香猪排呢？国宝柚。 珍珠蒜蓉微煎白绿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猜一下啊，一定是炒白菜，是不是？<笑>炒小白菜儿。咱家没牛排啥的吗？啊，有的，您稍等。行，整吧，整吧。 你觉得这家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你喜欢就行。我是觉得吧，这家店环境还行，很浪漫。嗯。多儿，我知道你也是偷换人。 我也就不想管了，木姐。其实我大概知道你想说啥。哎，那你……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为啥呀？我哪做不好？我可以改。哎，不是，我觉得你很好，特别好。 是我不好，为什么呢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就是感觉嘛。你是有别的喜欢的人了吗？那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呀？大概最近吧。
先生，点点什么？啊，我先看看。啊，本店啊有最低消费啊，这要是不就餐的话，这个先点个水吧。这不够最低消费的呀。那就点这一页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先生，你真的确定啊？哎，我确定，您别再问了，行吗？不是，小老弟，你别嫌哥麻烦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本店有最低消费啊，这非质量问题，上了菜是不退不换的。麻烦你别再问了。不是，这我得说清楚啊，老弟儿，哎，你这一个人一点这么多，哎，你有这功夫跟我掰扯，哎，菜单在你手上，你就不能搂一眼呐？哎，正好老弟儿老妹儿啊，你给哥评评理啊，我让这小老弟点菜，他一点着一篇儿，他一人吃得掉吗？啊，吃不掉，这不整浪费了吗？啊，还不让我问啊？我不吃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这走了算怎么回事啊？你得跟我说清楚啊！我失误了吗？啊，你这要是走了，老板知道这不得扣我工资啊？把手放开，谢谢。不是，哎呀，多大事儿啊？那他点啥，你给他上啥不就完了吗？行，一篇是吧？等着啊。你咋在这儿呢？东西都上齐了啊，88438，还需要点什么吗？我结吧。我点的东西凭什么让别人来结？在哪结？你哪儿来那么老些钱呢？咋付？你找我，我找你。别瞎嘚瑟了，行吗？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能见见咱老板吗？啊，老板呢？那跟我来吧。谢谢。你瞅啥？瞅你怎么了？再瞅一个试试。瞅了。不服出去干一架。走啊！走走。严莎，过来。人叫你过来了吗？刚跟老板说好了，这酒都没有开可以退，你过去跟我就道个歉去。好。商量啥呢？一天天的。